请看经文。二是普贤菩萨佛告大众言：诸佛子，诸佛世尊，世界海庄严不可思议。何以故？诸佛子，此华藏庄严世界海一切境界，一一皆以世界海为尘数清净功德之所庄严。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上来注断虽说庄严，又未能尽，故今总显。前面呢，这个介绍华藏世界庄严的事，是举了五大类，每一大类也都是举例说明啊，当然没有办法了详细介绍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再做一个总结啊，总显。夜夜之境，若说不说，借据刹海未成数功德庄严。所以经文里面讲的一切境界，这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庄严之事，不要说是这个大世界了，单单讲我们这个地球，谁有能力说得尽呢？我们再把范围缩小，我们现前呢居住的这个地区啊，又有谁能够啊把这个点点滴滴都能说清楚啊？所以这个实在讲呢是不可能的。有没有人知道呢？当然有啊。哪些人呢？佛菩萨知道，这是真的。凡夫能做佛，能做菩萨啊，这个大乘经里面常常给我们说了，只要明心见性，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呢就解决了。你虽然明了啊，你也没有办法一桩一桩的细说啊。为什么呢？时间太长了，太琐碎了啊。你能说啊，没有人能听啊。道理在此地啊，所以佛菩萨教人啊，只举几个大段，所谓是举一语，二一三语反了，这个是教学的方式啊。学者做学生的人要聪明，要能够反应，然后才能达到文以知识啊，一文千物啊，那是上上根人呐、
下根人呢，也应该有文艺知识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学习。要是听一样只会一样，那就难了。啊，再高明的老师也没法子教啊。事出事发了都没有例外。可是佛法里面呢，确实跟事发不一样的。像经典上所说的周立蟠陀伽，这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啊，这个学生真是奇笨无比啊。文疑质疑这个能力他都没有，随文随望，没有记忆力啊。佛有耐心，别的人都舍弃了，不愿意教他啊，佛教他啊，佛教他念扫帚啊，天天叫他外面去出坡扫地啊，天天就叫他念扫帚。有一天在扫地，他豁然开悟了啊，佛有这个能力啊。开悟之后啊，别的同学向世尊请教啊，这个这么笨的人他怎么会开悟？佛笑笑就说了，你们不知道啊，他在无量界前啊，他是三藏法师啊，讲经说法的大德，因为令法教别人，自己留一手啊，不肯完全教人，怕别人将来超过自己，这个业因呢，堕落在这个卧道里生生世世，把记忆力失掉了，所以这时的人生还受这个果报。我们听佛这个开示啊，才真正了解令财的生生世世的贫穷果报，令法的生生世世的愚痴果报。周立蟠陀伽给我们做实现了。佛有圆满的智慧，有圆满的神通啊！佛一看就晓得他过去世是造的什么业因，这一世得的什么果报，应当用什么方法把他这个结解开啊，使他能够恢复。只有佛能。用巧妙的方法啊，天天叫他扫地念扫帚，哪一天把心地的尘垢扫除掉了，他豁然开悟啊。啊，所以这个世间夜夜境界都不可思议啊。啊，不但一夜境界，我们前面读过夜夜微尘，夜夜毛孔，都不可思议。长行文里头有两段啊，第一段说庄严啊，这个功德庄严
不可思议。啊，这个经文就是到这个普贤菩萨告大众也，啊，诸佛子，诸佛世尊，世界还庄严不可思议。这个是一段。第二段呢，从何以故以下说明所以，啊，为什么不可思议？啊，那就是讲这个世界海，啊，业业皆以世界海微尘数清净功德之所庄严，哪怕是这个世界海里头的一粒微尘。啊，一粒微尘呢，都是世界海微尘数清净功德之所庄严。你怎么能思，怎么能意呢？清净功德，这是这一段文字里头最重要的一句。清凉大师有注解，他老人家说这有两个意思。第一呢，是众多的果德，华藏世界我们知道啊，化身菩萨所生的住所，化身菩萨所居住修学的环境，他们累积修因了，啊，断恶修善了，恶断尽了，见思烦恼断尽了，尘沙烦恼断尽了，无明也破若干品了。你就想他这个果这个多殊胜，啊，因胜嘛，果当然殊胜了。这个就是清净功德。这个地方我们要留意，我们要知道学习。要知道种善因的，我们才有好的果报。啊，因不善，习求好的果报，你怎么能够求得？啊，我们学院的同学，现在也有几位常常接受啊这个外面的邀请，啊，去讲经弘法。如果是抱着学习的心态，好啊，善因呐，啊，哎，你的果报殊胜呐。如果你有一念之差，啊，我到外面去啊，跟人结缘，啊，去建立关系，啊，去掌握到信徒，这一念就错误了。这一念的果报啊，就不殊胜了。啊，学习，你的心是觉悟的，要想去拉信徒，要想去
这个建立关系，你这个心是迷啊，轮回心啊，你在造轮回业。觉迷善恶就在你起心动念呢，一念之差了。一念觉，凡夫作佛；一念迷呢，永堕轮回。这个是学佛，特别是出家的同学，不能不知道啊！可时而论，无论出家在家，啊，你发现学佛了，学的是什么？你应该知道啊，从你入佛门的那一天，接受三皈依了，传授三皈依的老师，就把佛法修学的纲领交给你了。但是我想，绝大多数啊，虽然交给你了，转眼就忘掉了。你保不住啊！佛法修学的总纲领是觉、正、净。皈依佛，佛是觉的意思，你要皈依觉，觉而不迷，你还是迷而不觉，你没有皈依佛。你们去读大藏经，从头到尾仔细去查，释迦牟尼佛什么时候去拉过信徒，什么时候啊去判过冤，要跟信徒建立关系，你去找大藏经上有没有？这些念头，不善的念头啊，都是从无世界、无明、妄想、分别、执着里面生的。真性里头没有啊，谭经六祖能大师讲本来无一物啊，哪来的攀缘呢？我常常劝勉同学学佛，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榜样啊，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典型，我们要学的跟他一模一样，那就对了。佛一生不但没有起一个恶念，说实实在在的话了，连善念也没有啊！善恶念头通通都没有，那叫纯善。那个是真心
全体现前呢、真心本性没有善恶，善恶是相对的，没有是非，没有真妄，进入到纯真、纯净、纯善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经上常讲的不可思议，凡是相对的可以思可以议、你可以去想，你可以去议论，它不是相对的吗？我们今天讲相对，相对的对面还有个绝对，所以离开相对呢，又想一句话说不出啊。你所能说得出的都落在相对上，你起心动念也落在相对上，你怎样从相对里头悟入原理，相对就两边呢、大乘法常讲啊，两边不立了，中道不存两边离开了，你还有个中道，中道又立了，中道跟两边不又对立了吗？还是没有摆脱两边呢，中道也没有啊，那是法身菩萨的境界。你两边不立，还有个中道这个也算是很难得了，四圣法界的境界声闻缘觉全教菩萨他们行中道中道跟两边还是对立了，所以化身菩萨没有了，连这个微细的念头都断了哪里还有什么攀缘不攀缘呢？真的普贤菩萨所说的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随缘的得大自在随缘是恒顺众生，众生是好都好，什么都好为什么呢？天下本无事嘛，哪有不好的呢？都随喜菩萨为了帮助众生觉悟，帮助众生呢离苦得乐菩萨有善巧方便善巧方便里面呢，有的他随顺呢，有的他不随顺哪些他随顺呢？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的他随顺，哪些不随顺呢？增长众生烦恼邪见的这个不随顺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呢，没有原则里头好像也有一个原则了那我们讲原则讲没有原则，跟诸位说都是没有离开分别之处所以在菩萨所示现一切形象造作当中，他确确实实没有起心动念过所以
他随顺也好，不随顺也好，完全是自然的。这个境界我们没法子想象，不可思议啊。谁知道呢？他自己清楚。与他同境界的人清楚。你比如说初地菩萨，初地菩萨跟初地菩萨，他知道，比他高的知道，二地、三地、四地比他高的知道，初地菩萨不知道二地菩萨境界，二地菩萨知道初地菩萨境界，平等的知道，高的知道。所以这是清净功德了，无量无边的善因。有些时候我们看到好像造的那个因不善，恶因，可是到后来那个果是善果。有的看到是善因呢，到后来果报是恶果。了凡四训里面所讲的偏中正，正中偏，恶因呢后面果报是善的，善因呢后面果报是恶的。这个里面你要仔细去观察了，变化很复杂了，只有用纯善纯净的心，你才能看得清楚，才能看得明白。纯净纯善，就是世尊在《十善业道经》上所开示的。不容毫分不善夹杂。不容毫分不净夹杂。这是化身菩萨修学的标准呐！那么佛教初学就用这个标准来勉励我们大众。我们要认真努力向这个标准精进呐。业业法确确实实无量的净善功德的成就，所以清净功德，第二个意思，他说业业果言，每一桩果上的庄严，这个每一桩四无众生，从多清净功德因生啊，一因忘果，因成四句。这个四句是多因一果，一因多果，多因多果，一因一果，就这四句四种啊。任何一桩事，一无一众生，
通通具足这四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在造啊。我们凡夫所造的善恶混杂啊，有的是有意的，有些是无意的啊，有些是自己有心的，有些是盲从的啊，跟着别人造的。那么我们知道，因复杂了，果也复杂了啊！这是凡夫不觉啊，觉悟的人，佛家讲觉悟是阿罗汉以上啊，见思烦恼断了。证得了正觉位啊，从此以往觉而不迷，那就不一样了。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但是我们今天是薄地凡夫啊。怎么样学佛呢？要从形象上来学，这是最容易入门的，学佛的形象。佛的智慧太高了，佛的德能太大了，没法子学，学佛的形象。形象是戒律啊，啊，像什么小孩学大人，哎，学的有模有样啊。中国古代教学重视啊，从什么地方看呢？你从《弟子规》上就看到了。父母在家里头形象举止言笑都不可以随便的，教儿女啊，给儿女做榜样啊，啊，所以儿女呢不知不觉当中他学会了。所以早年人常常讲啊，中国这个小孩接受中国教育的这个小孩没有外国的儿童活泼啊，这是真的，是事实啊。中国人教学从小就让小孩说修定修静，妄念少啊，精神意志集中啊，能开智慧，不一样啊。啊，那外国的小孩，他们说这个教育是。他们能达到视智变聪，聪明啊，德行跟智慧呀，属火了
啊，那我们想想，是聪明一般的聪明重要，还是德行智慧重要？啊，现在果报现前了。啊，西方人走向了高科技。啊，创造了物质文明，道德坠落，精神生活痛苦，如果找不到有效的方法来平衡，怕有大灾难来临啊！这个灾难天灾人祸啊！这个大灾难是人为的，人制造出来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很冷静的去反思啊，反省、检讨。中国古圣先贤的教育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发展，不会导致灾难。啊，这个是东西方的思想方式不一样。教学的宗旨、内容、方法不一样，产生不相同的效果。虽然中国在这些年来，至少了得200年了，受了许许多多的苦难啊。中国古老谚语里头有所谓否极泰来啊。物极必反。在佛法里面讲呢，苦难的日子过了很多了，很长了。啊，为什么有这么多苦难日子呢？那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不善业的果报。这个果报受到今天差不多也应该消除了啊，再消福就来了吗？这是一定的因果道理啊。所以我们今天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愿意接受所有的苦难，我们不排斥。就个人来说，你遭到别人的毁谤，遭到别人的侮辱，甚至于陷害，甚至于把你害死了，心里头有没有怨恨心？一般人有啊，我们学佛的人明白了没有？这个是修行的功夫，一点怨恨心都没有了，一丝毫报复的念头都没有了，怨恨心没有了，
忍辱波罗蜜成就了。报复的念头没有了，持戒波罗蜜的成就了。啊，纵然这身被人杀了，那是把你的业障消掉了。啊，这个命舍掉了之后啊，这生命啊，至少是升天的。啊，为什么？你福报很大，这个人间没有这么大的福报，你不会在人间，你会到天道去了。啊，如果你七情五欲还没有断，你生的是欲界天；如果你七情五欲很淡薄，你会生色界天，生无色界天。那么杀我的人，我怎么会怪他呢？早一天死，早一天升天嘛，不在人间受罪嘛，感恩都来不及，哪里还会有怨恨呢？这个是如果不深入经藏，不深明其理的人，他做不到啊。这里面有大学问，啊，绝对不是一般文人啊认为这是阿 Q 精神啊来讽刺这些人。当然阿 Q 界那种人是有，他是什么呢？没有智慧，没有能力报复，没有办法，不能不忍呢，那嗔恚心还在啊，依旧不能解决问题啊，那个是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跟觉悟的人呢完全不一样啊。觉悟的人他提升了，法界不是单一的，世界是多元的，是无限重叠的。佛给我们讲设法界，设法界是大略介绍。要细说，法界无量无边呐！所以真正觉悟的人，应当要知道，我们生生世世都要把自己境界不断向上提升，这就对了。这是真正在学佛，学佛就是学觉悟啊。那么在总结庄严这一段文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声明因果。为什么华藏世界的果报这样殊胜，西方极乐世界的果报殊胜？那么看看我们现前居住的环境，生活的环境，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展开书卷，看看古代时候那些人
所记载的他们的生活状况。我们细心呢做个比较，古代有陈平，有动乱，大致上来讲，陈平的时间长，动乱的时间短。这一治一乱呢，又是什么原因呢？在这些里面呢，吸取教训呢，然后你就能够了解现前社会状况，你也能够预测到未来社会的状况，这是从学术上去观察。一部历史就是记载因果的书籍啊。所以有人常说，历史是一面镜子，这个话讲的很有道理。中国人所谓是史实。你对历史有认识，你就有判断现在未来这样的知识。史实丰富的人知道一个人这一生呢，穷通贵险，知道这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看得多了，心的原因是什么？亡的因素又是什么？无论是个人、家庭、公司行号。国家、世界，真的是了如指掌啊！知道灾难的形成，也知道如何化解灾难。佛菩萨这些大圣大贤很多啊，他们都知道啊，为什么不替现在苦难众生帮个忙呢？帮大家化解灾难呢？佛菩萨很乐意，一切圣贤也很乐意，这个世间众生不听那就没法子了。听什么呢？听他为我们说明因缘果报的道理，因缘果报的事实真相。事出事发了，不离开因果啊！《华严经》讲的是五重因果所以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自自然然就谨慎了。知道动一个恶念，将来一个恶的果报。
啊，出一身恶言，啊，将来要受恶言的果报。我们看华藏世界，这是善因善果啊，纯善之因啊，现纯善的果报啊。经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也应当有少分的屈辱。明白这个道理了，了解事实真相了，知道自己怎样做人，啊，我还算是幸运。啊，26岁闻到佛法了，一接触之后啊，深深感觉到啊，听佛法的时候太晚了啊，为什么不早10年就让我听到啊？那么这个是一般说的是缘分啊，虽然26岁闻佛法，想想在这一生当中啊，还没有一桩事情啊对不起人，这心很安呐 啊从来没有一个念头害人。也没有做一桩伤害任何人的事情。没学佛的时候，曾经有2-3年喜欢打猎，这是伤害野兽，伤害这些众生，但从来没有伤害人的念头。学佛之后，深深忏悔。所以我非常重视放生啊，非常重视布施、医药、照顾老人啊，没有一桩事情做是对不起人的事情啊，欺瞒人的事情我没做过，所以我很快乐啊，我不怕死啊。有很多人家法师啊，你要小心有人害我，我听得很欢喜啊。为什么呢？他把我害死了，我来生比今生那不晓得好多少倍呀 我很感激他了，我绝对不会防范他啊。为什么呢？我真的懂得，真的肯定人不死，换个身体而已啊，就像换一件衣服一样啊。我现在已经活到76了，古人常讲啊，人生70古来稀呀。我已经到了该死的时候了。那人家送我死，我怎么不高兴呢？高兴欢喜啊。一丝毫恐惧都没有。我只有感恩戴德之心啊，没有一丝毫怨恨抱怨的念头。好，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